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阴道深处依然有障碍。好，咁五仔咧有阵时就预言咗啲嘢，咁佢讲明自己已经唔系神童，大家唔好俾神棍噶。咁我阴道神童又同大家讲下呢个世界新闻啊，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下。其实 OK 仔讲我负责搞笑嘅啫，搞笑啊，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个 OK 仔啊，支持你讲乜鬼嘢咧？嗱，今日咧。大家在世界新聞上面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Mira 演唱會了。什麼事？ Mira 演唱會衝出世界，衝出世界，全球多國紛紛報導，是啊，連同 BBC 都質疑舞台是不是有什麼安全問題。阿根廷、荷蘭都有，你諗下 ，Mira 依家真係衝出國際喎，威啦！不過咁講，你話攞呢啲嘢嚟衝出國際就大家利是，大家利是啦，係嘛？咁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媒體咧，用唔同嘅標題啦，去報導翻啊 Mira 演唱會發生呢、這個事嘅。事宜噶，咁我哋先同大家咧，即系报跟进翻咧全球啊，啊，竟然依家个新闻仲激过咩喎？咩啊？激过美国嗰个议长啊，佩洛西访亚洲喎、啊。本身佢哋访台呢件事咧都好大或者究竟访亚洲啦，访唔访台唔知啊。去亚洲之旅咧都好大件事噶嘛。大家都記得啦，之前中美之間啊拗啦，拗到皮煙蓬蓬啦，嚇、啊，即係喺個嘴炮上面啊落足功力啦，大家都講到啊，真係開戰咁滯嘅。嗱、啊，最新消息咧就指出咧，原先就話阿佩洛西啊冇諗住過台灣嘅，但係咧依家又話台灣係暫定嘅行程喎，暫定嘅行程係意思係乜嘢呢？究竟去唔去台灣呢？一陣同大家研究下。另外同大家講，哇！日本啊，嗰、那個確診數字激增啊，固然係啦，猴痘數字都上升喎。係，琴日有一單，今日又多一單喎，連續出現喎，連續每日出現一單喎。哎呀，係啦，係啦，係啦。日本冇猴痘喎，本身有兩粒啊，而家。依家有兩粒喎，系，仲要 A 軍同 B 軍係冇關係嘅。咁即係仲有個屎軍啊，嗯，屎眼啊，唔係啊嘛，肯定係啦。咁啊點算呢？仆街啦，唉，真係麻煩啦。咁啊，因為咧猴痘症啊，導致到咧有啲地方啊嗰、那個確診個案咧就激增啦，導致佢哋嘅疫苗缺貨，所以三藩市依家進入衛生緊急狀態啦。哇，咁恐怖啦呢件事，唉，周圍。都嗌救命咁，而世卫啦继续呼吁啊，大家啦吓、啊，你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啦。咁啊，英国更加更新咧呢、這个猴痘病例嘅定义，咁系点咧？一阵同大家研究。哇，真系夸张啊！讲下泰国先。喂，喵，真系你澳门搞唔掂啊？泰国谂住开赌啊！喂，发达啦！泰国谂住开赌场啊！依家，哎呀，我分分钟成副身家。好，诶，讲呢啲，大家利是啊！真系啊，玩啊好，好玩啊，好玩，开赌场啊，梗系啦。哇，嗰边又好邪恶啊，食住大麻赌钱啊，想赢都大都难啊。跟住好多靓女啊，唔知男定女嗰啲啊，街酒色财气喎，嫖赌饮同穿乜捻都有，屌你老味系，真系黐线啊！泰国真系简直系不捻之所为啊！喂，佢真系最嗰啲叫咩啊？罪恶之城，唔系罪恶之城，真系男人最毒嗰啲啊，全部喺晒嗰度。男人天堂啊，系嗰个嗰啲咩精英移民好咧，有钱去到跟住转头啊，扑街变晒导游啊，一鸡虫啊，一系就烂赌鬼啊，屌你啊，精英真系死你，精英啊！全部過隊變曬數地阿叔都自己搞唔掂，係嘛？大鑊啦！大鑊！咁我哋先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咁依家先跟進咗 Mira 嗰件事先。嗱，喺全球各地都紛紛報導。我哋先睇下
究竟啊呢、這個 BBC 啦，即係英國嗰個媒體咧，報導啲乜嘢事？因為英國廣播公司 BBC 咧報導呢件事，就喺佢哋嘅電視節目當中特別詳細描述咗事件嘅經過。係，即係你諗下，人哋英國啊都特別開一個節目位啦，俾一啲時間啦，去講翻。Mira 呢個演唱會嘅事發經過，就話台上有一個有咩啊？有六個巨型電視高掛空中，因為佢哋唔知道可能個大 panel 嚟嘅，係啊，咁就話嗰、那個其中一個 wire 啦斷咗啦，跌咗落嚟啦嚇，咁、啊、電視台播咗演唱會嘅現場實況，雖然冇畫面啊，但係就話聽聲咧就知道意外發生啦。咁而英國嗰個主持人咧特別提及到舞台安全嘅問題，指出啊 ，Mira 嘅演唱會喺幾日前開始前幾日咧已經出現咗呢個安全問題啦。咁佢哋都有講翻咧。舞蹈员彩排时受伤啊，舞台下沉，甚至乎有歌手啦喺第二场演唱会嗰时候跌咗落台呢啲事件噶啦，亦都啊有提及到喺呢个演唱会之前又有大批网民联署要求保障舞台安全，佢哋话啦。唉，真係不幸而言中。除咗英國之外咧，喺呢個美聯社啊，亦都有講翻呢件事噶。佢話冇嗰個屏幕啊跌咗落嚟，幾乎擊中咗，唔係幾乎啦，係擊中咗噶啦。咁當然啦，即係講翻嗰件事嘅過程啦。紐約時報啊，用驚嚇意外嚟形容呢件事嚇，咁啊並且咧特別報導意外發生之後咧，阿花姐啊。即係呢個《紐約時報》報導阿花姐同呢個觀眾致歉，並且叫做腰斬個演唱會嘅經過喎。哇！你睇下，英國、美國都出嚟講嚇，仲有當然啦，法新社都有啊！哇！即係大新聞啊！大新聞啊！佢去到真係國家嘅層面啊！阿根廷同荷蘭都有啊，都未講到啊，係咪？法新社報導。整個意外的過程特別有提及到演唱會前有網上聯署，法新社指出意外之後香港政府已表達關注並且要求檢視同類型表演活動的安全，而講到原來法新社有向 Mira 演唱會公司聯絡，哇！你睇人哋外國好關心喎，跟進呢件事喎，諗住係全球喎、啊，係啊，唔係大腳嗰只全球啊，真係全球性事件嚟噶嚇 ，hit the world， 冇錯。咁我哋睇下阿根廷啊呢啲地方咧，究竟係乜嘢咧？因為啊，亞洲地區唔使講噶啦，台灣、日本啊、韓國啊、泰國啊呢啲全部都有講，因為近啊嘛，遠嘅。都有講噶嘛，阿根廷同荷蘭嘅媒體啊，都紛紛指出事故係令人震驚啊，並且形容係恐怖嘅時刻咁話噶。你諗下係嘛？有網民就話啦，呢種揚威海外嘅事件咧唔好啊，真係一單都嫌多係咪？因為大家都覺得。你用呢啲事去紅，不如寧願唔好紅啦。喂，嚟緊啊 ，Mira 係咪仲有機會過日本演出呢？冇錯，呢、這個都係成一個拗爆頭嘅事喎、哦。有人就話啦，有實力條路漫長都會行得到，但係如果咁樣去成到行到一個叫做高位咧，就寧願唔要啦，係嘛？咁啊係啊。全球關注喎、啊，但係你有關乎人命損傷喎、啊，唔係咁好咯，我覺得。當然啊。係咁，但係依家呢一刻咧，呢、這、一個部分呢一 part 啊 ，Mira 嘅事件咧，竟然係咪真係紅過美國呢、這個嚇、啊、佩洛西諗住訪亞洲之旅咧？其實喺另一個層面睇 ，Mira 呢件事。嚇啊！咁突然，其實因為外國好多大型 show 啊，大家點解啲即係都要諗下點解人哋外國去廣泛宣傳？因為香港啦，喺疫情底下啦，能夠啊，即係 Mira 啦，就熱烘烘啦，嚇好多 fans 啦，嚇好多唔同嘅媒體報導啦，嚇咁佢哋。
有很多大型活動在外國會搞的，因為就住呢啲咁嘅活動，有些大型事故咧，佢哋都會很重視當中出現了咩問題，所以佢哋有報導。但是咧，阿佩洛西啊，去訪問亞洲呢件事咧，其實我哋都值得關注嘅，因為印度神童講過八月將會有大事，究竟啊？之前有報道指出，美國有媒體報道指出嘛，阿佩洛西呢個眾議院議長啊，嚇佢又話原先唔去台灣，冇嗰個 plan 諗住過台灣，但係咧依家又話暫列喎，即係又過台灣喎。喂，嗰頭唔係同阿習大傾完偈嘅咩？阿拜登？咁當然啦，大家明白到咧，喺美國啊，佢哋講嗰樣嘢係三權分立噶嘛，嚇、啊，咁啊行政、立法、司法嗰啲係分開，互相制衡嘅，佢哋係，咁所以咧，佢哋啊，總統咧係冇咁嘅能力去干涉啊，佢哋嘅呢位眾議院啊議長啊佩洛西去邊度訪問噶嘛，咁當然。拜登可能心諗頂你個肺，你俾啲咁嘅嘢我嘆啊，唔係啊嘛，係咪？咁啊考你功力啦，因為啊美國媒體啊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美國眾議院議長啊阿佩洛西喺今日去就起飛噶咯噃，去亞洲。咁就有消息引述人士透露啦，就即係佢就話台灣啊被列為暫定的行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呢就引述其中一個消息講到話，阿佩洛西啊，今次行程將會在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另外呢指出佩洛西有機會呢去一去日本、印尼和新加坡，究竟會不會去台灣呢？睇嚟啊，今次咧都會用一個保安理由咧就拒絕啊，完全 confirm 噶。咁白宮啦，因為就住呢個事件咧都冇乜嘢好講噶啦，因為始終佩洛西你想去邊都咪我哋都攔你唔到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就住因為中方嗰個施壓導致到佢哋取消呢個行程，有人就話啦，如果係嘅話，睇怕等同啊屈服中國嘅壓力噶啦噃，咁美國中屈服中國壓力就會成啊，真係另一個文報紙嘅新聞嘅頭條嚟噶啦嚇，呢啲咧都會擔心啦嚇，咁、啊、因為始終你好多依靠美國嘅所謂嘅盟國嚇，點、啊、睇你呢個美國先，或者點睇你呢個拜登啊？呢樣嘢咧，大家都相信之非常之了解嚇、啊。如果佢哋真係嚇、啊、叫做算啦啊，怕咗你中國啦嚇、啊，一陣間真係派飛機嚟。嚇、啊！護我架飛機嘅時候，我都唔知點算。咁人哋覺得你美國就信唔過噶啦。咁啊，即管睇下啦。八月係咪即係會有大事發生，定係佢壓到好後先過去台灣呢？咁啊，真係唔知。但係泰國依家諗住開賭場，我哋就知澳門點算好呢？越南又話開，泰國又話開。之前可能會有人覺得，你泰國開賭場，唔係越南開賭場，你諗住分呢個叫做澳門一杯羹，你食唔食得起啊？咁大嚿餅，唔緊要，泰國話我過嚟幫你手啊，我又搞，哇！喺、泰國都狼胎咯，佢都一年呢一、這個半年啊，又解禁大麻合法化，係嘛？跟住有消息又諗住開賭場，佢究竟想點呢？因為根據彭博報導啊，泰國依家正正研究緊咧開設賭場，去吸引外國嘅資金同埋遊客，帶動啊受疫情影響嘅衝擊嘅經濟啊。原來泰國喺1935年訂立咗呢個賭博法，除咗賭馬同埋政府允許佢賭呢個彩，即係嗰啲彩票之外咧，其他賭錢活動啊，都一律禁止喎。嚇、啊，泰國有馬賭嘅咩？我唔知喎、啊，我都唔知喎、啊。賭邊度嘅馬？唔知咯，咁就咁依家有泰國議員啊，就向國會提交報告，建議政府頒布法令，允許喺全國重要城市興建包括合法賭場嘅在內嘅娛樂中心，因為啊，佢哋計數咧呢一樣嘢可以為泰國貢獻
幾十億嘅美金收入，你真係計少數啦。你睇下澳門嗰條數嚇、啊，一年幾一季啊，都唔止幾十億啦。如果佢正常嘅情況底下嚇，咁依家啦，佢哋個委員會咧提及啊，賭場最先喺呢、這個曼谷或者曼谷近郊附近興建，其次就係布吉島喎，啊咁啊或者咧。甲米啦，或者一啲沿海地區，清邁同埋芭提雅都係目標之一喎。哇！真係，你諗住去到邊度冇賭場啊，大哥？你識嘅地方都有，有酒店就有啦，有多遊客嘅地方。哇！死咯！真係你諗下泰國，又有陽光與海灘，又有水上活動，又有夜生活。有嗰啲外國嗰啲外國人最中意嗰啲大麻合法化嚇，咁、啊、你加埋賭場，即係濃縮啊，將美國啊、歐洲啊嗰啲咩拉斯維加斯啊、荷蘭啊，全部擠曬落一個泰國度嚇，仲擠曬落個曼谷度，擠曬落個清邁度，連埋你啲澳門嗰啲賭業啊，大鑊啦！你真係喎，你諗下佢哋嗰個賭牌事件啊！加上冇中介，即係冇搭馬仔，咁佢哋好多都已經對個前景都比較淡㗎啦。咁你加上周邊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紛紛解禁，俾佢哋賭錢喎，哇！你真係意想不到啊！點解啫？就係真係知你哋停啊嘛，你停就唔緊要啦，即係你放棄啦，你放棄我哋就食你呢個餅啦喎啊！佢哋講到啦。有這個泰國的議員、啊、就預計啦，當有幾間這些所謂的娛樂設施投入運作，即是賭場啦，每年最少貢獻4000億泰銖額外的稅收、啊、哇，過百億美金的、啊、可以發達了、哎有人就說啦，哇、哎真係泰王真係等錢養飛奔喎、啊、嚇、啊，就話咩邪骨林立啊，再加埋合法種大麻，依家打正旗號開賭坊，黃賭毒合法化，哇！呢、這個泰王不得了啊，真係咁啱我啊，陣間過去啦。嘿，真係係嘛？即係有人就話啦，香港啊，不如啊幫澳門手啦，開賭廳喎、啊、香港。香港賭啊？嚇唔得係嘛？又系咯，咁啊真系黃賭毒都齊曬啊！最賺錢嗰幾份，依家泰國係咪真係湧現咧？咁就會俾人拎哇！咁到時候啲人就話：哇，去泰國玩咯！哇，即刻就聯想到呢三個字黃賭毒。唉，咁唔緊要嘅，都係錢嘅啫。呢、這個世界講咩啫？講錢嘅啫嘛，係嘛？冇錢啊，乜都冇；有錢啊，自然使得鬼推磨。但係有啲嘢咧，唔係有錢就解決得到嘅。你日本啊，依家個猴痘症咧嚇、啊，一單出現又一單，究竟係發生緊乜嘢事？呢粒豆啊，世衛啊，都已經啦出嚟呼籲過啦嘛，高危嘅族群人士啊，要小心啦嘛，唔好啊，揾咁多呢啲咁嘅性伴侶啦。咁依家唔好揾咁多啊，唔好揾啊。唉，一個都嫌多啦，切咗佢啦。一單都嫌多啦，係嘛？係啊，食咗佢啦，切齊煲湯排解方啊。唔係啊嘛，白飯任裝啊。有毒喎、啊，哥仔、就是。生落個嘴度生飛枝冇事啊。生飛茶西瓜霜解決。咁都得，咁系咪逐粒審呢？因為日本呢個朝日電視台咧，喺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咧表示啊，東京都出現咗第二單猴痘確診病例。咁呢個病例係一個有外遊史嘅30幾歲男仔啊，咁佢目前入咗院啦，情況穩定。咁啊，共同社報導呢、這個男人喺27號嘅檢測當中確診，佢。之前呢原來去過北美和中美的地區喎，唉，咁就恐怖啦。咁東京都呢而家出現第二單呢啲咁嘅病例啦，咁世衛啊同大家講啦嘛，喂，高危人士啊，唔該啊，你哋真係啊收下手啦。咁美英國嗰邊呢更加呢要 update 下嗰個叫做猴痘病例嘅定義㗎喇噃。咁因為啊世衛呢佢哋講到話依家全球啊，收到的個案咧超過18000單，其中歐洲咧同埋美洲係重災區，咁亞洲會唔會成為下一個
地方咧，咁啊暫時都未知。咁但係阿世衞啊、譚德塞佢哋呼籲咧，就話啦：唔該你啲高危群組啊，呢啲人士啊，收下手就唔建議。但係咧，喂，世衞竟然唔建議大規模接種疫苗喎、啊。唔係話，係啊，點解咧？唔知咧，未收到 order。因為你似咧都似啦，因為佢話依家暫時缺乏啊疫苗啊有效性嘅相關數據喎、哦。打咗咪又咯？唔係，佢都要咩嘅？拎咗出嚟同人講先嘅。係、嗯、啊，咁啲數據要時間噶嘛，你都知道。係咯，我條數未得喎、啊。係啦、啊，所以藥廠有冇啲提供啲呢啲嚇？啲數字啊，做唔切啊！啲銀碼，啲數據啊，係有啲錢銀嘅符號嗰啲啊，係咯，係咁就話，就算啊疫苗有效預防感染啊，都要啊需要幾個禮拜先能夠產生抗體啦。所以疫苗供應咧，依家仍然存在挑戰嘅。世衛專家又指出啦，雖然現時啊絕大部分猴痘個案都係經呢個性接觸傳播。但難以將猴痘定義為性病，因為啊，猴痘可以通過皮膚緊密接觸而通咁樣傳染到，又或者患者用嗰啲毛巾咧、床上用品咧去傳播噶。所以英國衛生當局咧就發表公告，已經更新咗猴痘病例嘅定義以及。最新的病徵，這個機構將這個猴痘病徵擴大至去到生殖器、肛門、周邊區域單個或者多個病變、口腔病變和直腸炎的症狀的了、啊、英國呢即告訴你聽了，你有這些東西都有機會啊啊！令到你自己是一個確診的，咁因為依家啦確診的個案激增咧，三藩市啊進入咗緊急衞生狀態喎，唔通三藩市有好多人中咗猴痘？我哋睇下係咪先咁因為啊猴痘症依家喺美國肆虐嘅，所以美國三藩市市長咧喺當地時間啊28日咧就發表聲明，講到佢哋呢個市進入緊急狀態啦，衞生方面嘅嚇聲明指出，三藩市公共部衞生部啦。確定了他們這個市有超過280宗猴痘病例，哇好厲害、啊、如果是三藩市、啊、三藩市有個市字是的三藩市眼、啊、所以他們特別有個問題200多宗、啊、整個市都是痘痘鎮、啊變了由於啦美國那邊有全國缺疫苗啦，好多民眾啊大排長龍喺度等候啦。唉，咁依家佢哋嘅市長啊，迫切需要疫苗，正處於一個可怕之處。係，佢哋話咧啊，喺一個最唔想需要嘅時候，但係俾聯邦政府忽視。咁啊，估計啦，可能好多咧三藩市有好多呢啲咁嘅同性嘅接觸，定係啊好多人咧唔知道自己啊中咗咧，或者啊佢哋嗰啲粒粒啊爆咗咧，惹開咗出去喎。咁啊，依家一浪接一浪啦。唉，印度神童同你哋講啊嘛，小心啲啊，知唔知啊？啲病毒啊，好難咁快一支箭唔見噶。咁啊，叫咗你哋咧呢啲嘢啊，小。如果不是在這個世界是大鑊的、啊、另外呢印度神童跟你說一件事就說美國、啊、肯塔基州呢嚴重洪災、啊、哇在天災人禍一起來了最少、啊、8人死了幾百間屋被摧毀、啊、恐怖了浸到、啊、過了屋頂添美國肯塔基州東部呢發生嚴重洪災造成、啊、最少8人死亡幾百間房屋被摧毀咁呢个肯塔基州州长咧就宣布，佢哋6个郡进入紧急状态，表示目前冇确切嘅失踪人数，因为啊救援仍在进行中。咁预计啦，当晚咧应该会有更多咧降雨，情况可能更加糟糕，死亡人数亦都会增加噶。咁亦都咧，佢哋州长指出呢、這个地区经历过最致命、最严重嘅洪水之一。印度神同我哋讲，极端天气吓、啊、会继续越嚟越严重噶嘛，所以有呢啲事啦。而唔同啊，国佢哋国民兵啊都出。
动啦，都去救灾噶啦噃，真系咧阴功啦，好多啦，住户啊，因为咧洪水啊，导致我哋断水断电啊，阴公主咁，唉，即系天灾嘅嘢咧，完不了啊，只有越嚟嚴重啊，所以印度神童啊呢样嘢咧都同你讲得啱噶。喂，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好奇怪事喎，咩事呢？就话日本原来啊整咗一条令啊。呢条令咧，比香港我哋嘅限聚令咧仲得意喎，就系黑帮嘅限聚令喎。咩叫黑帮限聚令咧？佢咪打击佢？佢哦，好奇怪喎吓！我哋睇下究竟呢个黑帮限聚令系咩先？由于日本啊，各国黑道啦、帮派啦，成日都发生呢啲暴力流血冲突事件咧，所以警方咧就以暴力团队策略法为设立呢个警戒线，区内禁止五名或以上黑道中人建立或者进入帮派的办公室或者跟踪敌对的帮派成员，一旦发现相关行为就可以立即作出拘捕，无需经过行政程序。因为以往警方日本警方曾以用这个方法去拘捕了多名黑帮成员，他们说呢啲事咧一起啊就會好大鑊噶啦嘛，係嘛？咁但係啦，你有張良計啫，佢有過牆梯啊嘛，係嘛？咁啲黑幫咧為咗保持同其他幫派咧正常嘅活動，嗱呢個活動要括住啊，正常活動，即係例如。有啲好友啊，会长啊，好翻啊，或者有啲人啊，有啲咩喜庆事啊，自然啊，就要拖齐人马过去拜访噶啦嘛。咁咧讲到话啲黑帮成员啊，就会喺啲非警戒区嘅新环滨站啊搭呢个铁路列车噶啦噃。嗱，讲到话咧，日本个黑帮嗰啲成员都好规矩噶，佢哋因为惊咧有啲不必要嘅麻烦啊，所以咧。黑帮佢哋嘅黑帮规定，干部以上嘅职员必须要得到阿公许可，先可以搭地铁。阿公唔俾你搭地铁，你就唔可以搭地铁噶咯，因为啊，避免俾警方咧有机可乘噶啦吓。咁因为啦，明明啊试过咧两帮嘅帮派成员啦，大家偶遇。在个月台上面偶遇啊，嗱真系偶遇嘅喎，冇约埋嘅。就警方啊，用一个叫做佢哋群聚嘅理由咧，将佢哋拘捕喎。即系你谂下几无辜咧啊！所以佢哋啊，依家日本咧有啲古灵精怪嘅法案嘅，你都估唔到啊！咁Mira 呢件事就红到呢个地球嘅每一个角落吓。咁但系呢一件事都唔系一件非常之特别好嘅事。我以前咧问过一个网络人啊，我话如果我靠一啲古灵精怪嘅事红咧，你点样睇啊？跟住佢话咧，你真系要我讲？屌你又唔系作品红，咁咪点啊？咪咯，咪就咁咯。啊，咁呢啲就唔希望再发生啦。冇错啦，再见啦，再见啦，拜拜。